我就不骗你哈、啊。很甜，很甜啊，肉很细哈、啊。你也吃一个，不客气，我吃不完。吃完不完，这个带回去。这个多少钱一颗？那比较贵啊。这多少钱？我卖350。350一颗啊？这往年啊，去年都卖500。这种芒果的话多少钱？你要是几克？啊，我要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。这个一个我都要来一个，这个芒果我要全部都吃掉。那你也吃那么多吗？我要吃掉。真的吗？我都能吃掉。我早饭中饭没吃，为了吃这个芒果，都给我对。这个你要小一点，大一点的。小一点的吧，你要好吃的给我。好吃的，哎，对。会有很多台湾人看影片，不能丢台湾的面子。啊，对，我知道啊。所以要挑好吃的，爱文芒果。对，一个。挑好吃的，就挑红点的。红一点的。嗯。现在吃的吧，现在吃。你没有吃饭了？没有吃饭，因为我要吃芒果。吃饭就吃不下了。对，吃饭就评价就没有那么客观。就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OK， 都可以给我切好吧？你吃得完？吃得完。真的、啊？我吃的很多的。嗯、这个哈、啊，去年一颗都卖500。这个也来一颗吧。你喜欢哪一个？给我挑一个好吃的。这是今天现到的货，比较好。这个不要吗？这个太多了，吃不了。给我吃一个可以吧？送我吃一个。这个是荔枝。对。哇，这个汁很多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啊！好吃哈。嗯。所以你要带一些回去呀、啊？我觉得我可能一会儿吃完了，还再带一些哈。嗯，这个超甜，我之前去重庆的时候，那时候吃没有这么甜。那您帮我把那个都切好可以吗？它是火龙果一样的，但是它就是下去燕窝，下去长的是像燕窝。哦，这个真的像燕窝呀、嗯！不要觉得我表情不好就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话就是会实话实说。那、嗯、我吃一下啊。啊，你吃。你说你没吃过吗？没关系，你也吃一个。那个好贵，因为我吃不完。你要吃了，你才知道它好不好吃，卖的时候会有帮助。因为我想象中都知道说，啊，好吃。我们在这。不是，去年我有吃过。吃过了吗？可是我吃很小颗的。那你吃一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吃。快快坐着吃，坐着吃。它闻起来好香吗？嗯，没有什么味道。你吃看看。嗯。软软的哈，嗯，它的好像硬，好特别，好特别哈。啊，甜度呢几度？很甜，很甜啊，啊，肉很细哈。因为我现在如果有卖的话，我时常都可以吃的。你也吃一个，不客气，我吃不完，吃完不完，这个带回去。这你今年没吃啊？我有，我去年有吃。去年有吃，今年没吃。去年有吃这个小小颗的，好吃哎，好吃哈，嗯，那好吃才好啊，要不然不好吃，我卖了没有用，这个很爽口哈。嗯，这个都吃掉就好了，是吧？对对，这皮就不要吃。嗯。你也吃一个吧，像我奶奶一样，可以孙子给您吃。不，没关系。不，这样我不好意思。哇，这样的。你说好吃，我就很高兴。嗯。不好吃，我就不好意思。这个是什么芒果？这个是夏天。你看，你还没吃几个，就说吃不下。啊，你还有那么多。对。下雪。我尝一下啊、哦！我们台湾的都很好吃。对，它的那有点糖。嗯，它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甜，没有这个甜。真的、啊？嗯，很多人说爱文芒果好吃，说。是吗？嗯，不对呀、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是最不好吃的。爱文是最不好吃的。你说水蜜桃是第一名？对，可是我跟你讲哦，我是专门卖黑虾芒果的。香港朋友都说爱吃下雪，没办法、啊，我才不得已才卖下雪。香港朋友来都说要买下雪。下雪有广告，这个没有广告。但我觉得下雪没有很甜。对呀、啊。那可以给我切一下这个第一名的吗？我以前吃的泰国芒果比下雪这个好吃。啊，真的、啊。泰国的，嗯。水蜜桃。水蜜桃芒果。嗯。哦，好吃、啊。我就不会骗你啊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不会骗你的。你们不相信我的话，我相信你。对啊，它有一种香味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好好吃啊。所以它还那么贵，就是比爱文贵啦。哇，这个超好吃哎。对啊。嗯。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芒果，有那个价值哈。啊，这个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这个好吃。哦，这市场很少，很少卖，很少。这个我早上就是我们对面跟我抢着要买，所以我买价钱就比较高。这个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芒果。对，下雪一般，但这个水蜜桃超好吃。差很多哈。
就带一些回去啊，给你家里的人。带不回去。带不回去啊。韩国的话就是水果类不能带过去飞机。哦、嗯。但我是不是应该最后吃这个？没关系，这个是很好吃。嗯。这个是很甜。我下次带我妈妈来吃。来吃。她什么时候来？可能夏天会来。没有常常有啊，这个时候才有，要等明年喽。那就明年带她这个时候来来吃。还是你就下个月再赶快带她来。这个是龙眼芒果，黑香芒果。对，你吃看看。它很香啊、哦、嗯它有龙眼的味道、嗯、但是它的甜度跟这个又不一样的感觉，也很甜。 对， 对， 对，它的香味不一样，可是也是一样很甜，对不对？嗯、啊、你说的没错，就是第一水蜜桃、啊、第二这个，第三就是下雪。对呀、啊、我如果切这个给他吃，说哦我这个不买的，我要买这个。嗯，我也是，我下雪应该以后不买了。对呀、啊、我就买水蜜桃、嗯、还有那个黑的这个好吃。啊，这个有没有这个价值啊？吃一次体验一下可以、嗯、那下次就不要了。可能我爸爸妈妈来的话我会给、嗯、因为这个确实价格有点贵。您这个吃掉。我知道，我有吃过了、嗯、我有吃过。今年没吃过。我吃小颗的，我有吃过了、哎、我知道、哎、我都知道。不吃不不要客气，但我不好意思，真的。哎，没关系。我有吃过的，我手连脸要洗手。快吃。谢谢，我放这里了啊、哦！不用的，你吃啊！哎呦，老板娘非常的客气。嗯，台湾芒果的话，就大概差不多就这四种吧。还有哦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土芒果，还有那个金黄，吃不了，哎那个、都没有这个好吃的。应该就把最好吃的吃了就好了、啊。台湾的水果种类好多啊。对呀、啊。同一个水果的品种也很多。很多了哈、哦，这个还要杀吗？要吃不下就不要杀。吃得下。前面的太好吃了，艾文是不是会不好吃啊？你来几天了？第七天了。我来参加一个公益活动，我们有帮那个台湾儿少之家的小朋友，让他们也体验韩国的一个活动。嗯，真的没有之前的那家好吃。比下雪呢？我觉得它比下雪好吃、嗯、艾文也不错。可能我现在有点吃饱了，吃不下了。哎呀，我不你吃、嗯、太可惜会丢掉啊。对对对，我吃不了。哎呀，我、哦、饱了，真的呢、哦、不是，你看我这个吃这么多。不是的，没有差这个一口，真的。哎，那我们一人一半。我吃不下，我刚才吃一个便当。年轻人呢，多吃一点。我这个吃肚子要炸掉了。不会的，你等一下嘴嘴就消掉了。你要不要洗手啊？这里可以洗手吗？那里也可以洗手。擦一下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。我觉得我其他都吃不下了，我本来还想吃一下其他的水果，凤梨什么的，吃不了了。吃不下的啦。我吃了四个芒果，还有一个燕窝果。感谢你，不客气。我下次带我爸爸妈妈一起来，在 YouTube 那边韩国欧巴泰囧的话的可以搜到我，我到时候会把影片传到上面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太饱了，要去公园里休息一下。今天我芒果真的要吃到吐了，今年再也不想吃到台湾的芒果了。哇、哦、真的吃撑了，现在吃的都有点头晕了。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吃这么多芒果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